子瑜，周子瑜啊，周子瑜，怎么了？做了表姐。到那自然的那个舒服两字就冒出来，对呀，好，再看看这个两字自然冒出来，哎呦，油腻，哪里的话，乱讲话，乱讲话，这边是幸福，对，舒服跟幸福，对。啊，你们哎，真的，你们是装潢才认识的吗？是啊，哎，不是，是因为就是我的好朋友，就是他的家人对，是一位歌手，然后是他的家人，然后我们是这样一起见面，然后认识的。他的家人是歌手，对。好哦，那我们认识吗？可以冒昧的请教啊，子瑜，周子瑜，周子瑜啊，周子瑜，怎么他是我的表姐？他其实蛮低调的，很低调，很低调，很低调。两个人，你没有经常一起出来吗？聊聊你们的情感吧。我们其实是我们认识很多年了，因为之前都会一起聚会，然后后来就是那位朋友在韩国嘛，所以我们自己也会聚会见面这样。哦，然后他很爱跳舞，他很会跳。其实，哎，你以前也是练习生啊？我是女团。女团啊？是哪一个团？叫 CLC， CLC， nice， 哇，果然是前女团，说来就来，对对对对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